其实自律也很简单，把朋友圈关了，把游戏卸载了，睡觉前1个小时把手机关机，自然不会失眠，第二天会起得很早，早上吃完早饭，出去跑个步，回家以后去看几本一直想看的书，一天下来会非常的幸福，坚持几天你会发现，自律真的会上瘾。